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在疫情期间，防堵疫情至为重要，但是民生经济是全市的重要命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我们从这个市场、产业及纾困方案，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产业发展处处长黄建峰，黄处长。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海洋及农渔发展科科长蔡富宁，蔡科长。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科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市场及商业发展科科长龚强，龚强科长。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科长好。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因为为了避免群聚嘛，可以抑制新冠疫情传播的有效方式，基隆市政府从人潮汹涌的传统市场先进行管制，让民众是分流采买，来保障民众及摊商的安全。快看看，在摊位消费结账前，还必须扫描 QR code 完成10连制才行。基隆市政府方面与商圈自治会合作，限缩出入口进行人流管控，同时禁止路中摆摊。基隆市长林佑昌一早就到现场视察，还示范市场采买防疫三招：不吃不摸不聚集，买完就走。不止消费者10连制，摊商本身也必须在营业前先到自治会完成10连登记才行，将防疫做到滴水不漏。我们早起是足无用、足白工的啊，以10连制作为摊贩，日来早起6点外就开始拢去我刷迄个 QR code 吼，登记排几号啥，拢登记好势，啊，我有发贴纸。大家拢打，今日拢打红色的，代表伊有去刷，无打贴纸的，就是无去刷，就是爱来刷才会使营业。廖昌表示，七堵南新市场是全国第一个采取10连制的户外传统市场，在商圈自治会合作及摊商配合下，证明传统市场也能做好防疫。他也强调，如果传统市场都无法管理，又如何执行市级封城？传统市场虽然很难管，但是是有办法可以管的。好，那如果连传统市场都管不好的话，那怎么执行市级封城的这个计划？所以刚李市长有讲，我们的摊商大家都非常的配合，一大早6点就到这个管理室去领 QR code， 然后有领有刷，然后有贴红色的贴纸。那因为我们这边的很多的摊贩不一定是我们基隆在地的摊贩，所以我们要求这些流动的摊商呢，他也要采取10名制，就是每一天在这个菜市场，贩售的这些摊商呢，我们也要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然后他是在哪个摊位摆摊，所以传统市场是可以管理，先可以副业了。辛苦了，辛苦那边开会，真区长也好，感恩大家。对于休市多日的市场能副业，摊商非常感谢，也认为疫情当前做好防疫工作，才能保护自己与消费者的安全。都比较好吗？会不会很麻烦？不会，人比较好管理，人比较好处理，人比较好控制啊。对啊，大家都安心啊，因为都大家这样吃起来也安心，大家把防疫做好，好全岛一命啊。在入口跟入围，把它全部围起来，让大家一定要从单一的入口进入，这样比较安全。由于是假日，不少人都到市场采买，不过人潮与之前相比已经少了一大半。对于市场这些防疫措施，采买民众也能认同，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对。医院要降载，传统市场的人流更要降载哦，要降低密度来减少群聚。我也在这边特别呼吁哦，那民众能够自主分流，那可以参考大家的身份证字号的尾数，单日单数、双日双数分流采买。哇，可以看到这个本土疫情延烧，防堵疫情真的非常的重要。从传统市场到我们的生鲜市场，从摊商到采买民众，都一定要遵守一定的规范哦，这样才能真的有效来防堵疫情。我们要请处长，其实产发处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完善的规划，而且也强力执行中。
其实政府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传统市场的防疫上面，就是开始会有一个想法，因为从三级封城、三级警戒开始的时候，包括全国一些休闲娱乐场所、一些 KTV 什么都已经陆续关闭了。那人潮会聚集的地方，那大概就只剩传统市场跟量贩店。那量贩店的部分，因为它可以在门口做十连制、人流管制、身份证，这个都它都做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对于传统市场来讲，它是这个比较复杂的，像是七堵的南新市场，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路口，它是在街区巷道里面，那尤其它楼上还有住户等等的，那这对我们产发出来讲，对防疫来讲，它就是一个挑战。那首先基隆的部分，是全国第一个针对传统市场进行有效管理的县市。那我们第一个大概是信义市场，信义市场的部分，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也可以知道它是一个生意非常好、人潮相当拥挤的一个市场。那因为有随便都可以折算进去。对对对对对，它虽然是一个公有市场，但是它也是骑楼边有非常多的人，人潮相当拥挤。那因为它也是我们基隆第一个因为有疫情的缘故，那来暂停营业的市场。那在有信义市场这个，我们就在信义市场来停业的期间，那市政府这边就针对那信义市场怎么复市，那这边来做研讨规划这样子。那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再到信义市场看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起楼整个围起来了。信义市场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好像哪爱从哪进去就可以从哪进去。那我们现在针对信义市场，我们做了两个单一出入口。那为什么做单一出入口？因为它做人流管制，好，那做人流管制，那也让进去采买的民众，他必须要做 QR code 的十连制这样子。那所以说，在信义市场复业之后，它整个的人流动线我们重新规划之后，它不再像以前这样子人挤人、人挤人这样子。尤其在加入了身份证的单双号分流的时候，非常有效的降载它的人潮。那信义市场是我们基隆市政府在市场防疫的第一个挑战，那看起来应该是顺利过关，成功成功。那第二个挑战就是七堵的南新市场，那南新市场又比信义市场来的更复杂。信义市场至少还有一栋建筑物，那它还有骑楼可以来作为，那南新市场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它就是五六个出入口。对，我们曾经算过，如果南新每一个大小出入口通通要围的话，可能要围到九个出入口。哇，九个啊！对，那但是这样的方法显然是相当的不经济，也不效益，那效益也不大。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择定了南新市场最精华的那一段，哦，就是在以前国父饭店的这一条路，跟就是我们围了它的四个出入口，就是围住了一个它十字形的街区。好，那在这个十字形的街区里面，我们就是四个出入口做人流的控管。好，包括身份证实名制等等。那同时，每跟南新市场的正光商圈的自治会，好，正光商圈的协会发展协会这边来做合作，由协会这边来做摊商的十连制的管理。也就是说，刚刚大家在新闻画面上面看到的，我们正光商圈的理事长这边，他们有提供一个场所，到南新市场的摊贩，他们每天固定早上6点就会到南新市场这个自治会的办公室做十连制的登录，那登录他的姓名、他的这个手机联络方式，还有他的住址，好，那让我们可以清楚的掌握说今天有谁到南新市场来做摆摊。那这个东西对于防疫来讲，这份资料是相当重要的。如果说万一有个万一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在疫调的时候就会相当的准确跟精确，那也找得到人，那防止疫情再进一步的，如果有遇到的话，再进一步的恶化。那所以说，在传统市场防疫上面，有了信义、有了南新这两个范例、例子之后、经验了之后，那我们就非常有信心能够推展到全市的市场去。所以大家现在在基隆市的传统市场，都可以看到，不管它是户外的还是室内的，都会有人流管制、身份证实名制分流。那甚至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场防疫的重要，那在传统市场部分，我们也现在要求摊商要做2罩一套，就是提升它的
的防疫。那针对消费者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呼吁，就是刚刚市长讲的，其实有一句比较好念，卖家、卖猫、卖 K 修，是，就是这三个原理。那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安心的到传统市场去做采买，维持它的民生必须。那也能够在采买的同时，同时注意到防疫的重要性及维护个人的身体健康。对，最主要就是要防堵疫情，让民众都能安安心心的采买，然后身体是维持健康的。那刚刚说到的两兆一套，我们要先来看看我们的卡玛地，我们的生鲜市场。金融卡玛地于是呢采取双兆一套，这是第一个实施的地方，一块来看看。市政府人员在鱼市场里高举看板，提醒摊贩和客人，除了要戴口罩、扫 QR code 之外，还要戴上面罩、手套。没有配合戴上面罩、手套，通通一律拦下。因为从6月8号起，北台湾最大的鱼市场卡玛地正式实施双罩一套的措施。实际走一趟，摊贩们面罩、护目镜都戴上，这样的自主防疫变成了硬性的规定。卡玛地鱼市场从现在开始就是执行双罩一套的防疫措施。那我们昨天有到现场去看，包括摊商与来买鱼的消费者都相当的配合。那我们昨天现场也提供这个面罩，那供如果没有戴面罩的人可以现场购买，那手套也是。那我们昨天摊商消费者都相当的配合我们的防疫措施，不像其他的传统市场用身份证尾数分流，卡玛地鱼市场采更高规格的双罩一套措施。实施的第一天，自治会准备了500个面罩，让没有准备的民众采购，不到一小时全都卖光。自治会准备了500个面罩，好，那在1个小时之内就销售一空。那这个来买鱼的也相当的配合，都愿意戴着面罩，配合我们双罩一套的政策进入卡玛地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口罩、手套还有面罩缺一不可，就是最好的对自我的防护方式哦。待会请教我们的蔡科老，哇，这一次常常在值夜班，对，每天都睡眼惺忪。其实双罩一套应该是全台湾首创的一个防疫标高规格的一个做法哈。那其实这也是长官给我们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一开始觉得其实要摊商还有消费者，而且是全面哦，就是不只有摊商而已，消费者也要全部都要带，其实是一个蛮艰巨的任务。可是其实没想到，其实我们在推展的过程里面，意外的顺利哈。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如果卡玛地这个港口没有顾好的话，其实会影响到非常多人的生计，包括它是一个渔获的一个集散地，它来自全台湾所有的渔获，包括空运来的，从云嘉南来的、宜兰来的，甚至是我们北部最重要的一个渔民他捕获渔获的一个销售的场所。那如果卡玛地因为疫情而关闭的话，它其实影响的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大的哦。所以为了让卡玛地它可以不要受到疫情的影响，正常运作，大家都共体时间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防疫措施。因为其实像卡玛地的摊贩，他们也很怕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渔获供应者可能会带病菌来，所以他们也很愿意配合这样的一个措施。那其实在推广期间不到一个礼拜，其实大家来到港口的人都很清楚这样的规定，只是像少数的可能是临时来看一看消费的人不知道之外，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那其实面罩当初会面罩、手套、口罩要一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卡玛地鱼市的消费形态是比较特殊，它没有办法像一般传统市场，它只是针对某一些摊位，因为有一些摊位它必须要拍卖制，它必须要去靠近看到鱼货，然后看到这个拍卖员他喊的价格，他必须要靠近才听得到价格，或是跟拍卖员眼神交流等等，所以其实很多人他必须要很紧邻在一起去看这个鱼货的拍卖，所以为了防止社交距离没有办法保持一定的
适当距离，我们必须要做更高规的一些防护措施，包括拍卖员可能会叫卖的时候可能会飞沫喷溢啊，所以他面罩其实是保护他，甚至也是保护消费者，也防堵其他的消费者带病菌啊，因为他们习惯一定会去摸鱼货，看去判断鱼货的新鲜度等等，所以过程中这样的保护措施是有的，但是实际上它当然有一些难度，就是第一个就是大家的习惯性，他觉得戴着手套不会做事情，不会滑手机，不会数钱，然后可能不会磨刀之类的，很多的习惯性的问题就涌上来了。可是实际上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其实很多人开始戴手套数钱数得很灵活了，或者是说切生鱼片啊或磨刀，其实慢慢都进入状况，就像当初全民要一起戴口罩的时候，相信有很多的不便，但是慢慢大家因为防疫的关系慢慢习惯了这样的脚步。那他们现在当然透过他的自主管理其实是不太够的，还是需要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去监督啦，因为毕竟是有公权力的大家比较会遵守，对，大家会比较愿意遵守，也会愿意说啊，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们自治会的事情，或是我们商圈的事情，而是大家共同重视的一件事情，他们也就会比较当做一回事。嗯，所以可以看到市府真的很辛苦，因为我知道他们都会排班到卡马丁鱼市去执行他们的任务。那当然在当中有非常多的甘苦谈，最重要是，没想到进入情况之后，大家每个人都非常的习惯。那像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说，他们其实不会磨菜刀，戴手套怎么磨菜刀，因为菜刀会滑，但是没想到他们会自己找到自己的方法，就开始磨菜刀，磨得非常顺利。那在卡马丁鱼市是这样，那在传统市场呢，我们要请功课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产发处在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就已经针对于庙口跟爱四路夜市执行过管制的措施，所以今年在接到这样的一个传统市场管制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其实相对来讲，我们是比较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去做一个回应的。那当然是我们现在为了防疫的需求所采取的一些管制措施，包含像十连制啦、量测体温、双罩一套以及人员分流，其实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当然因为会给民众带来不便，一些民众一定会反弹，但还好的是，因为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防疫已经有共识，所以其实我们在经过沟通，以及像刚才蔡科长提到，有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其实民众们接受的程度也越来越提高。那么在这整个过程里面，那当然因为我们的传统市场会跟卡马丁的状况不一样，譬如说像有一些早市的部分，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就是我们的额温枪，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反而它在量测体温的时候会出现异常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就请民众稍微的在旁边休息一下，那让他的体温恢复正常，那我们也就可以开放他入场。所以在现场的一个部分，基本上虽然说很多民众仍然会希望疫情赶快过去，能够恢复到一个便利的生活，但是实际上现在的配合程度都算是相当落实的。哇，所以可以看到是传统市场非常的落实，那民众有没有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希望说能够尽可能的让大家有个便利的生活，尤其是像我们开始采取人员分流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阿公阿嬷，他们会忘记了今天礼拜几，然后应该是单号还是双号进场。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就碰过很可爱的阿嬷，他就跟我们讲说啊，我今天进不掉去呀，啊就又拖着菜篮车回家。所以其实在现场的一个状况，当然会对于各位的市民朋友们造成一些不便，但是在一个防疫大前提保护所有人健康安全这样的一个概念底下，其实配合的程度都相当的不错。好，那市场的分流采买，我们要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身份证的分流采买比较安心要怎么做呢？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在疫情的当中，那基隆社传统市场都会进行身份证尾数的分流采买，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拿出身份证来看一下，那身份证的尾数13579就是在
在单号的时候可以上市场，那就是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可以到市场去。那24680，那就是在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的时候可以到市场去。那大家到市场去也别忘了带身份证件，让市场的管制人员可以来做查验。对，所以就是要记得分流采买。我就记得我爸和我，然后有一次去他，因为他是单号嘛，他就是他说，哎，我以为是日期，原来是星期，所以大家要记得是星期哦。星期比较好记。对，是跟着星期，不是跟着你的日期哦。好，那说到这个渔获，我们就会想到渔工朋友，在市府的强力宣导下，我们的外籍渔工朋友们都非常遵守配合防疫哦。像他们一卸完货，这个渔船马上咻的一下就开走，我们一块来看看。基隆八斗子渔港，船员忙着帮船体擦油漆，一旁的外籍渔工修补渔网，都有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就担心这些外籍渔工成了群聚的高风险。保持距离呀、啊，最好是保持距离，大家都不要这样啊。对呀、啊，我们也是船子啊，我们很怕、啊，等下船我就要出港了啊。过去停满船只的八斗子渔港，在疫情爆发后，每天进港船只都减少靠岸的时间，往往清晨六点就加满油出港，因为外海空气好，避免进港有感染的风险。那这些船主也很配合，他们进港以后也怕这些渔工出去，所以他尽量不让他们出去，而且他们出港时间都提早了，尽量侦布好以后就马上出港。像这两个礼拜都有提六点半，早上六点半就预约要加油，他们加油就马上出港了，不像以前都要拖到下午，拖到几点，他们现在这两个礼拜都有六点半就预约要加油，加完油他们就马上出港。而疫情开始后，渔工除了工作，都很少看到在岸上移动或者聊天。对了，很少上来了啊，上了这个太口罩。市政府、海巡人员还有渔会都会定时不定时的到渔港去巡查，那督导看渔船、渔工有没有做好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戴口罩，还有做好社交距离、不能群聚等相关的作为。担心外籍渔工被感染，渔船雇主都很谨慎，做好各项防疫，就怕渔港里的外籍渔工成了下一个防疫破口。可以看到市府真的很用心，因为他们非常强力在执行这一项任务。但我们的民生经济也是全市的命脉，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农渔业是不是受到很严重的考验呢？我们要请蔡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实这段期间，像我们在卡玛丁值班的时候，其实有跟摊商跟联谊会去做分享哈，他们说像现在鱼价非常的差，主要是因为这个是整个供应链的问题嘛。你如果说你餐厅不开，你的市场不开，你的很多下游的供货的这些对口，供货源就没得，都不经营的时候，你的货源来的时候它就没有价值。像他们举例说，以那个红干啊、安干嘛，原本一斤可以交到150，现在都50块不到，所以价格惨跌哈。那渔民他的油料费根本就不够于他的这个收入。都不够补，所以其实像渔船出去作业也会冒得说回来完全亏钱的这个状况哈，所以现在保持民生供货正常是维持大家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尽量都要把防疫工作做好，所以保持这个鱼市的这个正常供应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你再多的纾困、再多的补贴，其实都不够于这个填补。所以现在除了像卡玛丁的这种很大的这个渔获供应能够正常运作之外，另外像渔会相关的这些，他们也会宅经济，现在目前也非常的盛行，因为大家不想出门去人挤人或采买。像渔会推出了三个防疫的这个懒人包哦，就是不同的选择，有经济型的、好豪华型的，或者是说，这个物超所值型的等等哈，他们就是选择国产。甚至是有一些比较容易比较大家接受的这种料理方式，它其实这种懒人包其实回去只要打开就可以直接处理哈，就不用去杀鱼啊，不用去做处理等等。那这段期间，像渔获的这渔会的
这三款防疫礼盒就卖得非常好哦。那所以就其实像很多的我们目前的很多的餐厅或者是商家也动了很多脑袋，包括最近基隆不是防疫有就是有嘉龄的来到嘛，那有一些餐厅他会推说为了庆祝嘉龄，然后他就他的套餐能够送一个溏心蛋之类的哈，就是加一个蛋，就是零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些餐厅，他会用很多的心思去做一些推广，那我们当然也会用行动来表示，所以我们连续订了两餐这种嘉龄餐，今天又嘉龄哦。所以其实很多餐厅它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它会很想推陈出新，想到很多的方式，或者是外带外卖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也都是靠大家的这个的心思能够让生意可以做下去。那当然希望能够赶快恢复正常，让大家可以正常的营运这样。所以大家都会走到深入哦。刚刚说到的渔会，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减少到点才买，渔会就采取了这样子推出套装式的礼盒方式，卖得下下叫，一块来看看。传统市场里人潮大减，全国进入三级警戒，海鲜渔货买气下滑，看准了宅配经济，基隆区渔会推出了三款防疫海鲜礼盒。我们当地的小姐，红木莲，有虾子，白带也是我们当地的，还有最主要我们有这个毛豆。我们台南出产的毛豆，来到基隆区域会门市，疫情期间门可罗雀，但网购订单却暴增了四倍，让门市人员忙翻天。多很多，好几倍出来。一天差不多有几份的？三十几份到四十份。民众手机里一长串的采购明细，篮子里装满青鱼片。防疫期间，民众减少采买意愿，但鱼货一买就是平常两倍。大家一起分，就大家一起团购，大家一起买，就大家一起分这样子。销售量一天我们大概都有三四十盒，以前大概就没有这个销售量，这真的是每天大概都有三倍的成长。一般过年期间才会推出的海鲜礼盒，今年因为疫情延烧，为了抢救渔业的经济，渔会夹带品牌优势，锁定了宅配经济，推出了防疫海鲜礼盒，全面应战。像这样子宅经济就是推出这样子礼盒，但是一般的一般的摊商，他们该怎么办呢？要带大家看看，有的摊商就想办法自救，推出了自主活动啊，一块来看看。现在回家煮。哇哦，看这满桌好料，新鲜食材加上超优良的蛋白质，在家吃的澎湃又营养均衡，挑选新鲜食材是必要首选。老板娘你好，我网络订购的。而想要买新鲜鱼货，不用早起去康妈订，现在上网说一声就可以在门市取货。现在啊，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会去餐厅吃饭，所以大家都流行网络上订购。他这边就可以，你网络上直接选购好、订购好，然后约好时间就可以来拿。像现在也有特别的食材，莺歌鱼肉也是相当少见的。在防疫不景气中激发创意，渔获职人推荐优良蛋白质，更佛心的推出个人及全家餐两类 ，CP 值高，价格公道。就让我这个康妈店长大的小孩来跟大家推荐渔获职人哈。防疫期间，如果你需要自煮，不是，我是说煮火锅的煮，不妨来到我们康妈店走走。这是我们是北台湾最大的渔获市场，然后我们现在也不适合在餐厅群聚嘛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到康妈店走走。买一些海鲜新鲜的渔货带回家自煮起来，好煮起来哦。那我现在就要介绍渔货职人一龙哥来跟大家介绍他的海鲜。噔噔噔噔，你好你好，大家你好，你好你好，介绍一下，介绍哦。我们今天这个你现在推出的痛风锅，哦，我们现在有推全家痛，还有个人的痛风锅这样子。那这全家痛风就属于这个，有白虾、炒虾，还有雕片、英国蟹、英国蟹跟蛋菜跟现在本港小卷。啊，个人痛风就是蛋菜跟那个鲈鱼青肉，还有蛋菜就是我们孔雀蛤的一种，对对。然后一样也是本港小卷这样。说到海鲜呢，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最特别的胡小福，小福虾蟹鱼贝软透抽，我好像比你还熟啊。他这边好的地方，他跟那个康妈丁一样，都是很新鲜，但是我们没有。
有办法四五点三四点出来买东西，所以它可以营业到很久，到大概差不多将近一点吧。那我们随时都可以来这边买东西，都一样的。希望大家都从鱼类、海鲜类摄取到营养的蛋白质。然后另外我们有推出我们脸书线上订购服务，所以只要私讯到海盛极鲜海产专卖就可以代客订货，然后门市取货。好食材一定要行销出去啊！尽管消费景气低迷，业者咬牙苦撑推出了同满价，让不少消费者直呼真是佛心来的。老板，我要买一个那个个人通风锅，然后有没有那个？听说网络上有那个所谓铜板加购价的，有，只要加购50元，加购50元，这么便宜，这么便宜，你看，100块而已。这个炒蛋多好吃啊，可以烘蛋，这个用烤一烤，跟外面那个餐厅一片的话，就要200块。这次疫情的关系，我们想要尽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推出了破盘的百元价优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满满优良的蛋白质，增强免疫力。所以不管是凌晨卡玛丁的现场，还是上午到中午的店面营业，或者是在网络订购，业者绞尽脑汁行销新鲜食材，让消费大众在防疫期间都能变成鱼货之人，一起煮起来。在家自主也可以增强免疫力。哎，真的，就是医药不一样的那种行销管道，鼓励大家呢，哎，在宅在家其实也可以好好的来购物哦。而请问处长，刚看完之后，就是同议员有这种好朋友跟我讲这样子，真的是不够朋友。其实这边也是可以看到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化啦，就是经营形态的变化，就是因为大家防疫在家，其实就算防疫在家也是得吃，是那吃的部分，大家还是尽量就是可以吃，像刚刚那鱼会。那本港的海鲜其实最新鲜的，那就是透过网络去订购，宅配送到府，那一样可以品尝我们基隆非常新鲜美味的海味。那像传统市场的话，那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在传统市场购物，有认识的菜摊，那就我所知道有很多菜摊它有送菜到府的服务，那大家不妨就是买菜的时候跟老板问一下，说不定要个电话，以后就不用再看身份证的尾数几号，只要记老板的电话号码，那一通电话，蔬菜都直接送到家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不妨就是去市场来跟大家那个菜摊肉摊的老板问一下他的电话。是，所以就是有不同的方式。我们要请问工科常常在那个传统市场，因为看到不一样的那个采买方式了。是，因为其实除了像刚我们处长有提到，目前的话有很多的传统市场的摊商开始去提供外送的一个服务。那我们也发现到，就是也很多的摊商其实趁着在这个期间，他开始去把他的生意去做交棒，也就是由年轻的第二代开始去经营相关的一个工作。那因为现在年轻世代的一个想法跟老一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就开始去做了一些包含像网络平台的设计，然后包含了像一些传销管道的一个新增。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反而透过这次的疫情，看到传统市场的生态也慢慢的在改变。是，哎，传统市场的生态改变，我们要来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农场哦。这个农场结合不到市场去摆摊，那他们该怎么办呢？除了在线上贩卖之外，他们其实在改在门口摆摊。我们一块来看看。哎，这里有一摊新鲜蔬果，哎，老板却不在，旁边纸牌写要买菜请88。只见老板闻声而出，青菜、大黄瓜都20，想要酱菜，甚至刚采收的蜂蜜也都有。哎，那个菜怎么卖？那个大黄瓜20块，青菜也是20块。减少群聚感染，农场暂停接待游客，不少农友改以线上卖菜，提供最新鲜的味道。这家农场主人清晨3点就开始采收园内蔬果，摆到门口摊位卖。尽管与在传统市场卖菜时间相比延长了好几倍，但也确保业者与顾客的安全，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好味道。而人少的话，大自然也能喘息，生态快速恢复。看这群蜂飞舞，又到了采蜜的时节，跟着农场主人深入养蜂基地，看看收成结果。其实我们在收蜜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先把那个每个蜜蜂箱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先把那个蜂片上面的那些蜂蜜先把它刷掉，然后再移到另外一个箱子。然后移到另外一个箱子之后，我们会先盖好布，之后再拿出来到我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才会开始做那个收蜜的动作。
那我们一样就是说会把那个封片上面的一些蜜蜂啊，会先把它不用刷子，先把它刷掉，让它不要混到那个桶子里面去。那这样可以减少蜜蜂的死亡。然后我们其实在收蜜的过程中，就是用离心，就很像洗衣机那种概念，只是稍微转动，然后让把那些蜜甩出来就好。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采蜜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把那个蜂蜜收集，那我们会收集到桶子里面去。那我们现在就做那个动作。不过这蜜蜂也实在是太多了，每次采收都这样吗？我们今天就是在收这个蜂蜜哈，大概差不多一星期采收一次吧。可是今天采收的蜜比较没有上次那么多，上次比较好一点，今天好像蜜蜂都出来抢蜜了。本来是蜜蜂，我们在摇它的蜜，蜜蜂不会出来嘛。今天就是外面没有蜜，没有留蜜期所以所有的蜜蜂都来这边抢蜜。原来现在不是花蜜期，蜜蜂没得忙，只好来采蜜桶旁了。虽然数量多得吓人，其实也反映出生态成果。只要有蜜蜂的存在，表示说，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天然无污染的场所，所以我们会用蜜蜂来去看我们的场域到底安不安全。碰上疫情，农场也选择别于传统的畅销管道，加入社群团体，经营脸书粉丝页，也为农场另辟一条出路。现在防疫期间，其实还好，我们就一样，农场只是暂停先休息嘛。那不过我们还是会有农务啊，还是每天会耕种、会采收嘛。那我们会在我们农场的门口卖一些生鲜的蔬菜，每天就是今天有什么就卖什么。上网后，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官方网站啊，我们会贩售我们的蜂蜜啊，或是我们那个 Facebook 啊，我们会上网去，我们今天有收蜜哦，然后我们会 po 一些就是我们采蜜的过程，然后民众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们打电话跟我们订购。新鲜蔬果有了不一样的行销方式，碰上疫情是危机也是转机，换一个方式让民众品尝在地新鲜的好味道。记者蔡。所以可以看到不用人挤人哦，有效防疫，农场找到新的出口。那我有跟老板聊过，他说他以前就是去南新市场摆摊，因为在七堵嘛，南新市场摆摊两个小时就卖光。然后说他现在呢，他说现在可以从早上5点摆到晚上6点，摆那么久才卖完。但是他说就是安全啊，然后顾客来也都很安全，因为人少，那又在大自然的环境，那他们就找到不一样的点。那当然也在那个网络上也开卖，如果有任何的需求在上面问一下，他们会马上提供，而且真的都很便宜，真的就是铜板价格。想蔡科，现在最热门的农特产品是什么呢？基隆其实夏天最有名的农产品就是绿竹笋。那绿竹笋其实今年呢、因为早些前几个月是全国都在大干旱，都没有缺水，都没有水，反而是基隆的雨水还是保持蛮充沛的，所以其实今年的绿竹笋的品质是非常好的，跟其他中南部来比。那只是刚好遇到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的今年的评鉴啊，或者是说因为市场有时候因为休市的关系，很多原本它既有的这个销售管道受到影响，所以最近基隆的这个农会呢也整合了很多的这个农友，就是生产绿竹笋的农友也把它造册，就是这些清单，就是哪些农友有提供这个新鲜绿竹笋的部分，然后供民众来做团购。那像我们也接触了几个农友，他就是有在生产绿竹笋的。那才短短一个月，其实像很多的团购都会来订这个绿竹笋，因为它是当天现采，然后甚至有些是帮你都把它煮好了，然后做真空包装，让你可以回去冰在冰箱，你不用花时间再去煮竹笋子，因为竹笋子它是需要要有技巧，不然会越煮越苦。对，就是你采收好要马上做处理，可是他们农友会很贴心帮你采收好马上做这个煮熟，然后做真空，那你回家就可以直接剥壳切冷笋，处长应该有吃过，处长有吃过。对，所以其实这个蛮受欢迎的。但我们像之前推的团购已经好几批的订购哈。那所以其实如果市民朋友需要的话，也帮农民解决这个销售管道的问题，可以跟基隆农会来做洽询哈。他们有非常多的农友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也不需要他们去市场人挤人，或者是说当市场遇到休市的
时候他们没有管道可以销售，可以多多利用基隆农会的这个管道来帮助农友。是，哎，我觉得除了基隆农会之外，我觉得市政府也真的是很强大，因为他们的团购真的还蛮强。我要请教处长，是不是看到不一样的新契机来帮农友？对，其实现在就是在疫情的当下，其实农友包括农民、渔民，然后渔会也看得到。那过去大家会觉得农会、渔会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产业，那大家刚刚也看到，我们渔会已经开始上线来去做订购的。那我们农会同样也是，它有一些网络的通路，所以说市民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就是宅在家里面上网看看有什么好料的，就比如渔会的网站有大我们本港新鲜的渔货，那绿竹笋，那透过农会的管道也可以买到我们基隆特产的绿竹笋，那非常好吃。对，好，那接下来要带大家看，除了与农场结合的，其实还有我们的各行各业，像是烘焙店，他们将新鲜的蔬果融入面团内，除了增添口感之外，还可以吃进满满的营养。看准民众的需求，他们还推出了防疫餐盒，一块来看看。当季酸甜桑葚与自然发酵面团结合，擦出了鲜美的火花。我们请农民特别帮我们做的桑葚吐司，酸酸甜甜，很适合夏天的口味。然后我们夏天也推出芒果布丁，还有这当季盛产的鲜甜芒果与布丁蛋糕超搭，口感层次再升级。用新鲜芒果，然后跟我们的焦糖布丁去做的口味，就是运用当令食材，业者在疫情期间为产品增添新口感，同时融入满满的营养。他们家的面包很好吃，基本上它的面粉跟奶油我觉得品质都不错。为了减少群聚感染，顾客每次上门都买很多，看准顾客需求，业者推出了物超所值的防疫餐盒，让顾客买得放心又安心。防疫期间我都会买多一点，那只是因为冰箱冰不下，所以还是得分次出来买。我来买那个防疫餐盒，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比较不敢出门，所以就想说一次买好，这样子会比较划算，也比较方便，也减少出门跟别人互动这样子。寻求不同行销转型，连接数位软体，升级产业。那这个餐盒很特别，你只要在线上加我们的 LINE， 你就在家里可以点一下你喜欢的面包，我们就可以帮你装成一盒餐盒。那这餐盒很特别哦，它不是一般的小餐盒，它是一般你在家庭用的餐盒，里面有吐司，然后也有可颂、丹麦、欧式面包，也有人呢买这个防疫面包，然后送到医院去给护士还有医生加油，他一次订大概都20-30箱。餐盒内都会附上煮成须知及蒸烤方式，让顾客在家不出门，也可以品尝到刚出炉的好滋味。哎，品尝到这个刚出炉的好滋味真的很重要哦，因为大家在家，哎，现在每个人都是主厨，你知道吗？大家就每天在想，哎，要吃什么，要吃什么。除了叫外卖平台之外，那其实在家里自己动手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那当然，采买的食材就很重要了。那可以看到这一波的疫情是对产业不同的冲击，那不同的危机，那不同的转机。我们要请教处长，是不是有看到什么样的亮点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在看到这波疫情的时候，针对百工百业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尤其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关于锻炼的问题，它的经营形态、它的通路改变，那对商家来讲这是一个危机，但是也是一个转机。那我们刚刚看到像彭叔面包店，那他就也推出了自己的防疫餐盒、大餐盒家庭号的餐盒，他们不再是就是开着店面等客人上门，而是主动去寻找新的客人，那针对不同的需求推出不同的样子的产品。那我觉得这个对产业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变的契机，因为你去接触到了不一样的需求、不一样的客人的东西。那未来疫情过后，这说不定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的商机。对，那刚才也有聊到，就是譬如说卖衣服、卖鞋子，哎，他们真的就变成改卖其他的东西了。对，因为像我知道，就是有一家童鞋店，好，那他原本是卖鞋子的，那
现在疫情大家没有办法出门，那对于鞋子的需求可能就少很多。嗯那但是有开店，那有店员，那有家庭要顾，那这个叫步步童鞋，那他们就开始转型来做卖蔬果，生鲜蔬果，那一样宅配到府，那这就是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需求，那运用它原有的通路，那原有的通路原本是送鞋到府，现在是送菜到府。哇，哎，这还蛮有趣的。当然还有不一样的，譬如说卖衣服，那怎么办呢，蔡可？我有也是有听到人家分享说，平常在卖衣服服饰店的哈，那现在生意不好，所以改卖那个防疫用具，像面罩、口罩、手套这些，反而他生意比卖衣服还要好。是，哎，可以看到，就是也在疫情下，其实冲击真的非常的大。那很多行业都陷入了困境，但我们基隆市政府他们就宣布了12项的纾困方案，要减轻疫情对大家的冲击，一块来看看。基隆市区这家知名水煎包店，民众自动保持社交距离排队购买。受到疫情影响，在全国进入第三级警戒后，许多行业经营惨淡。基隆市政府方面因此提出了12项纾困方案，首先是针对中小企业提出1亿元防疫喘息贷款，还有100万元清创融资及5年利息补贴。我们成立1亿元的中小企业防疫的喘息贷款，总贷放的额度是1亿元，那商号最高的贷款额度是100万元，公司的最高贷款额度是500万元，那利率是2.045%，最长贷款7年，并且提供最低半年、最长1年的贷款本金，或者是利息递延缴付。那申贷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呢，是随到随审。此外是提供100万清创融资以及5年利息的补贴。那融资金额在100万元以下，免计划书、免保证人，补贴前5年的利息，并且7日内快速审核。劳工部分则有安心及时上工、防疫旅馆员工薪资及市民入住补助等。基隆市政府方面也宣布，是有房地店铺租金、公有市场摊位使用费及畜餐馆场租金减免等措施。针对劳工朋友的部分，也推出以下的纾困措施：第一，就是安心及时上工的补助；第二，是劳工充电再出发的训练津贴；第三，是失业劳工的子女就学补助。另外，就是针对防疫旅馆的部分，是针对员工的薪资以及我们市民入住来进行补助跟补贴。此外，针对公有的场馆部分，我们提出了市有房地出租、店铺租金减免，还有公有零售市场摊位使用费减免，以及畜餐场馆土地租金还有权利金减免。我可以看到这12项的纾困方案其实就是分门别类嘛，那产发出他们其实占了大众，我们要请处长来跟民众宣导一下，又推了哪几项。是，就我们因为就疫情来讲，就是对产业的冲击是相当大的，那市政府就会有推出这个纾困的方案，那帮助大家共度难关。那针对传统市场的部分，像我们公有零售市场，那市政府这边就是在减收摊位的租金，好，那在6、7月的时候，我们只要在公有市场零售的摊位租金，那市政府都不会去做收取。那如果有一些因为疫情的防疫因素而暂停营业的市场，那我们也会停收它的摊位租金。那另外针对于产业的部分，那我们也推出中小企业的喘息贷款，那这个额度是1亿元，那最商号的部分最高贷款是100万元，那如果你是公司的话，那可以贷到500万元，它的利率是比较低的，是2.045%，那最长的贷款年限可以到7年。所以说企业如果说在疫情期间有急用或者是有转型的需求需要资金的话，不妨
房可以来考虑我们中小企业的喘息贷款。那针对新创的部分，那我们有推出一系列的纾困的措施，因为青年创业它总是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说我们也有推出100万的融资及5年的利息补贴。那这个融资金额大概是100万以下，如果是100万以下的贷款，那它是不用计划书，也不用保证人，那而且还补贴前5年的利息，那7天就可以快速审核。那这100万以下的案子，那基本上是随到随审，所以说青创融资的话，它如果有需要的话，比较容易吧？比较容易，对对对，因为年轻人他创业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过去公司的那种信用记录等等来供银行做审核，所以我们有特别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措施，让年轻的老板、新的老板他能够有机会能够被纾困到。那另外针对一些青创的贷款的部分，我们也把它的利息的期限把它展延。好，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些年轻人也向市政府这边来申请 SBIR， 它是一个补助哈。那比如说亲夫等等的贷款，那我们也把这个利息的还款把它展延，让年轻的老板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能够有喘息，就是说他不用为了利息而再去烦恼，所以我们把这个利息的交款期限把它展延，从24个月到36个月。是。这以上是我们大概主要的纾困的措施。是。那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市政府他们针对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或者是青年创业，其实都提供了非常优渥的这一个纾困方案，就是等大家可以来申请。如果有任何需求的话，其实电话打到产发处来询问也可以。对，没问题。对，那摊商的部分，我们要请工科再跟我们加强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样摊商常常会跟你抱怨吧？尤其是这一阵子的一个疫情影响，其实各个市场的摊商生意的确差了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除了像刚才我们处长有提到，就是我们在6、7月份这段期间，各个公有市场的摊租原则上是一律免收的之外，那么在6、7月之前，包含像信义市场、成功市场，他们有因为疫情停市的一个期间，那我们也会给予他一些就是租金的一个协助跟停收。那当然，因为在当时发生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就是有一些缴款单已经出去，那我们系统上面还没有做更改的部分，那也在这里先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我们会在后续的缴款单里面会去把这个金额去做一个扣除。是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任何问题就是找产发处就对了。好，那刚才说到，其实产发处他们不只要顾产业、顾民生、顾经济，那他们其实也办了非常多的活动。那今年度的活动是不是都暂停或取消？我们先请蔡科来跟大家分享，原本计划是要办什么活动，那现在目前情况是怎样？原本在5月份开始就天气逐渐转好了，其实我们有很多相关的海洋性活动，从5月、6月、7月，5月会有像基隆屿的鲸滩啊、鱼苗放流，6月会有海洋日相关的活动。那今年原本在6月份会办世界海洋日的相关系列活动，庆祝国家海洋日第2届。那筹备如火如荼，没想到5月份突然就喊卡，就已经快要办理的2个礼拜前就突然全部都停办哦。那再来就是像7、8月的索管季、海湾节等等哈，这个都是我们市民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海洋性活动。那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包括娱乐渔船的部分，在5月份的时候，5月中就马上就是因为疫情防堵破口的关系，我们就已经让娱乐渔船先暂停营业。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想要呼吁的说，因为疫情严重，那其实海永远都在，我们把我们自身的健康保持好，我们随时解封之后，海永远会张开双臂迎接我们。而且其实最近的一个没有想到的一个状况，是因为减少了人群，减少了人潮的干扰，反而很多海域里面的生态蓬勃生长。就像我们的潮境湾里面最近去做一些生态调查的部分，发现人为的干扰变少，反而这些海洋生物过得蛮快乐的。其实有一些大致我们人类的活动开始
减少的时候，其实对于生态的环境、生态的生物，其实是让他们有喘息的空间哦。所以包括最近疫情开始减稍微舒缓一点，开始这两周的一些周末开始海边啊出现人潮，或是去钓鱼的人变多了哈。那其实在这边要呼吁市民朋友或者是国民，大家再忍耐一下哈，因为就差一点点，让我们好好把它守住，以后再去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哈，不急于这一时哈。那尽量还是避免外出去做群聚哦。是处长。对，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孩子都在，那等到解封之后，海阔天空还是一样会欢迎大家。是，龚科。我们这边的话，本来有一些街区经济的一个发展活动，那同样的也是因为受到这次疫情的影响，很可惜的，包含像我们之前跟基隆市的酒吧业者、咖啡业者，甚至是干面节的一个构思，那还有就是青创业者的一个协助跟辅导，那也都因为疫情的一个影响，所以暂缓了。那但是我能套一句，刚刚蔡科讲的海一直都在，我们基隆的酒也一直都在，对，所以说酒吧业者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干面发展的历史其实比我们的年纪都还要长，所以等到这一波的疫情过去，那我们一定会再把这些活动再郑重的把它推出，到时候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加支持跟鼓励，谢谢。是，所以可以看到啊，各行各业其实都在等待，都在忍耐。那当然在这等待的期间，其实可以就更研发自己的独特的，比如说像干面就更不一样的独特口味，或者是在产品上又更加的精进，不管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宣导，一起度过这一波低潮。那当然也可以看到基隆产业新转捩点的新亮机。谢谢三位，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违规罚还，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吹蜡烛吧，来，好，我走，走，小心，要小心。年前，哎妈，妈，妈怎么了？妈怎么了？哎，妈，哥，你赶快讲电话啦！救护车！在1966的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
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当然啊，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是哦，像是造假的网址及 APP， 还有网络病毒啊、密码外泄啊，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所以使用行动支付就像交朋友一样，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啊，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别担心，回家后的长期照顾我们来帮您安排。长照出院准备服务，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出院三天前完全评估，连接长照服务，像是居家服务、居家护理、居家复健、简易生活辅具租借等等，符合资格者回家一周内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长照出院准备服务，安心出院不担心。申请三房的房型，让幸福住进来。